来是没有人想到我会上的一个课，怎么可以用一个数字去看一个人呢？小时候不怎么爱读书，长大后一直找课来上，全国的坏蛋。容易迎来很多不开心的事情。它的海边是一望无际的，终于找到有人可以陪我吃欧大了。看到我老公就小三，一个小时半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可是我们全部人都在等书生呢、啊。不可以把它拿开。从上一次打到现在没有再生过，每次 free day 就是这样，很不 enjoy。哇，你的头发竟然可以绑到这样子，是不是流口水啊？因为不要，哎呀，可以，我肯定不要。那你刚刚就很美，真的不要。他不会起来了，你相信我。我觉得舞台设计很简陋，不要还债。就呢，今天就是要来录一个我很久没有录的一周日记。现在呢，我要去上课，应该是没有人想到我会上的一个课，就是我蛮有兴趣的，它叫做它蛮广的，它什么都有看，就是有看数字啊，有看面相风水，有看吗？没有看，就是目的就是来了解你自己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也想要了解一下怎么可以用一个数字去看一个人呢，我就觉得有一个蛮神奇的东西，所以就想说朋友介绍我，然后我又刚好有一点时间，那我就去 try。 今天上课的时间会上很久，从早上9点上到晚上10点多这样吧，所以呢，今天上好过后，我们来分享一下我到底学了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然后上课的内容过程也拍不了，所以你让你们一看到我呢，就是晚上的时候了。哇，今天真的是很意外，没有人呢，怎么可以空成这样？不应该是上半天的时候，然后却空成这个样子。我现在先到了，然后刚刚去油站买了面包，嘿嘿，咖啡，咖啡，咖啡。一定很多人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会上这种，就是它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课。可是我从小到大我都是蛮觉得这种东西是很好玩的，因为你会去想为什么可以这样，然后发现哦，人长大了哦，真的会有一种小时候不怎么爱读书，长大后一直找课来上。我身边已经有好几个朋友也是这样啊，就是呢一直会去找那种啊商业的课来上啊，读书的课来上啊 whatever。 就是以前小时候啊，你再怎么讨厌读书，长大后你还是会去上一些课的。我也奉劝各位，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在读书的，大学生或者中学生小学生 whatever 都好，好好念书啊，很多东西哦其实是基本常识，不是基本常识 I mean 就是上课会教到的东西，然后你就会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我好好的去把它努力记下来。我现在就对历史很有兴趣，可是奇怪为什么我小时候没有好好去。对，奉劝在籍的读书生们，知识好好的去理解它，最好是可以运用在生活上，这样子你就会永远的记在你的脑海里面。对啊，开速看一下我的穿搭，阔腿长裤，还有大学 T， 这是 MMLG 的，很多人都不知道的，有一个全国的外套，隆胸的背，大瀑布，还有水壶，这个是韩国限定的哦 ，Stanley 的，跟 Starbucks 合作的。等下要上去，我们下课后见。我到家了，现在已经是11点了。然后今天上的课比较偏悬一点，为什么数字会对一个人影响这么大？还是在模棱两可中，再慢慢看啦。不懂你们对这种玄学有没有特别的见解？现在有点肚子饿，我想要去吃个东西。然后明天要一样很早起，所以我们明天见。早安，各位。今天是一周日记的第二天，怎么样？心情好吗？今天昨天有讲到一个我觉得非常对的事情，是也是我在后期才可以感受到人呢开心快乐的，就是你每一天笑脸迎人啊，你的好运会真的会比较好，然后你的面相也会变得比较好。我自己觉得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就是我以前很时常皱眉啊，或者是愁眉苦脸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你感觉我一直这样子，就很容易迎来很多不开心的事情，所以每一天都要笑。后期的我自己每一天都会笑，我不知道我是在后期哦，心情才会变得比较豁达跟开朗一点。我之前不是这样子的，之前蔡常我每次问我，那皱眉吗？不会是皱眉那一种，所以。我觉得很对的是保持愉悦开心，就是不管什么就是笑先，怎么样你迎来的事情哦都是好的正向。今天有一点小塞车，但是今天的天气很好。
简单的 outfit， 可以送我的衣服。去上课了，等下见哦。到家了，今天上课的时间太长了，然后呢，我等一下多四个小时，我又要起床出来拍摄工作了。明天，我现在准备要睡觉了，然后面马上爬起来，要工作。我真的是忘记要拍 vlog 了，真的是刚刚才想起我要拍 vlog 这件事情。这影片出的时候，你们应该也是看到了，我们来拍一个蓝莓的影片，然后就觉得海洋。太阳大自然是蛮可以连接的，因为我等下要拍的产品呢，它是一个修复的 mask， 所以我就觉得早上我们接触了空气啊，接触了那种比较污染的太阳啊、紫外线啊，你的皮肤已经是很干了嘛。我想要早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活动，然后呢晚上的话我们就做那个 mask 的部分。这边可以推荐大家是一个蛮好拍摄的海边，这个叫 Morip， 应该至少有三个还是四个影片在这里拍。它就是有最大的优势，就是它的海边是一望无际的，它可以捕抓到很远很远的那个地方。就是你看起来它的阳光，你看早上我的阳光它不会很烈的，它就是看到天空啊，就是连接跟海洋是一起的。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遮挡物，海边是很美很美的，几乎这边应该是拍的差不多啊，主要就是要捕抓一些皮肤在那种。然后我们早上户外活动比较会受损的情况下，然后我们晚上去做修复这样子。台湾鸟，我刚刚已经回家把刘海洗了，应该有喷一点 spray， 然后现在要来化妆，因为我刚刚的妆比较淡一点，等下要去一个 event， 所以要把妆化的再出来一点。给你们看我的小裙，等下再展示一下给你们看。今天的行程真的是很满，不要太满，就是只是体量一点点的。我现在已经全妆了，今天的主题呢是黑色加工色，所以我就配了一个小裙子。那你做什么？我们家有几个柜来吃。终于找到有人可以陪我吃欧大了。要我先走吗？我们现在已经在 event 的现场了，刚刚很忙着拍摄，因为看到我后面很多人嘛。我每次会偷偷找十五分钟来，因为可以拍到没有人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拍摄的第三站，结束了刚刚 event 了过后，奖励自己一个 coin， 因为我昨天真的只睡三个小时，超累的，然后也不是很饿，所以我们打算拍完鸟，我们才去吃晚餐。我希望我可以在一个小时半内解决我们等下要拍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拍摄呢，想要找好看的地方，我们就会租一些 Airbnb 或 hotel 来。这样子大家看我们的内容就比较丰富，不会觉得很无聊。我们现在进来这个酒店了，其实是蛮美的，它整个风格很像欧美复古风，看超小。刚我跟 Adrian 两个人冒嘛去前台，他那个表情 maybe 是认得出我。喂，你在开房啊？对，他有一丝丝这样子的 feel， 他看到我老公他就小三。最强小三在这里，男神是老王 ，OK。隔壁老王，他有点怀疑我。女王，来看我来有没有没？我是男神，没有。太夸张了吧！要我被爆料我私生活不检点。很好，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来拍正式开拍啊！一个小时半做得到吗？做不到。喂，我肚子饿呢，必须要。不是，我们全部人都在等书生啊。讲这种，怎么可以穿睡衣才那么漂亮？妆了，因为呢，我很喜欢拍卸妆的 feel， 因为是等于我们要脚就手做这些东西。我们真的拍一个小时半准准的，好笑啊 ！Oh my god， I love you， Evan， 找得很好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很适合的妹。开心，好，收工了，耶、各位，我们回家啦。刚好几个品牌方今天有寄一些小包裹，你们所知道的就是那种公关品，我们来
开箱一下好不好？第一个是 SK2， 他送了我一 set 的东西啦。SK2 的化妆水，从来还没用过呢，还没有 try 过 SK2 的东西。我只记得我买过 SK2 给我妈咪，这个没有错的话，我记得是小白灯面霜。还有一盒面膜，下一个呢，也是我一个很期待的东西。后面这个人在玩手机，为什么期待？因为呢，我在大概是三个月的时候，我就刚好去参加了他们的发布会，就是 ULIGHT10 的发布会。看到他也不陌生啊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很兴奋的是他出来一个很可爱的颜色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有点大舌头，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戴着牙套了。这个呢，就是新品发布会的一个重大的特点，所以你们买 ULIGHT 呢会收到跟我一模一样的东西。我今天就来开箱，好像第一次开箱吧。一二三，当当当当，哎。还没有看到，你们一开始开呢会看拿到这个说明书，那说明书就有教你很多，然后怎么用呀。我记得之前是没有这样的，它写 ULIGHT was the world number one home hair remover device brand of 2022。 你可以把它拿开，看到了吗？冰美粉啊，这个颜色很梦幻。哇，很喜欢呢，只是设计师跟 AirTag 我上次show的那个紫色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个冰美粉也太美了吧。那时候我们上次发布会呢，除了有介绍 AirTag 啊在马来西亚之外呢，还有介绍一下我们的白皇后，然后还有上台玩一下游戏。大家有应该不知道，其实马来西亚有实体店面吧，那时候就有一些医生级别的人啊一起上台分享 ULIGHT 的产品，然后有更认识ULIGHT 啦，就是从那个发布会这样整个过程。然后那时候我看到它，我真的是哇哦，很好看耶，这个颜色我觉得它在我心中有比紫色更好看。这个之外你还会看到，其实很多人啊，之前有买过的朋友啊就会问我那个护目镜啊少一个啊，其实它是包括在这个包装里面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刮毛刀，它是在这个包装里面的，这个就是充电的。我们会拿到的是三角插头哦，所以不用担心三角插头。还有一个是收纳袋，就是方便你出国带啊这样子的，或者像我这样子一直出国的人就很适合。在这个下面呢还有这个充电器，这次的是白色的呢，哇好好看哦。然后我很推荐，真的是跟我一样时间不固定的你们，或者是你觉得出毛一次太贵了，像那种配套啊，一次啊就是两三千啊，然后有时候你一个配套又做不完了，又要额外的两三千，然后我就真的很推荐好好考虑进一台 ULIGHT A10。 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技术又增加了。第一点，这是聪明的宝贝们，你们就会把那个钱省起来，
一劳永逸。为什么我会讲它是一劳永逸？你呢，就是等于把美容院的技术搬来你的家，而且美容院的技术这么大台之外，你把这么小个的东西搬在你家而已耶。它有跟美容院同样的 IPL 技术。然后呢，你要看这个冰点头，其实有看过我介绍的宝贝们已经知道了的，它就是很冰，而且还比上一代的面积更大了。之前讲了4周见效，这一次2周就得到了。它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上一代没有的哦，它是 SH， 我现在讲话有点口齿不清。SHR 技术就是你可以除一些比较硬的毛，就像我们妹妹的毛，还有我们腋下的毛。其实男生哦，我讲真的，你们把下面的毛清理干净其实也是比较好的。然后还有很适合男生的这个胡子毛，使用 SHR 这个技术2个礼拜就可以，而且它是4闪的。平常呢我们是1闪这样子快快快快快快快，但是呢它呢是一次就是4闪那么多，就等于它是 double work， 那个技术更加的快，达到你想要的效果。我上一次用它是在大概5、6月的时候，我记得没有错，然后我就想要 test 它到底这一个呢可以搭汗那么多久，就是它可以用多久。我可以跟你讲，我左右边的生长速度不一样，不过没有人会跟我一样。我的右边呢很奇怪的是，可能我是没有打好，它就是上面长跟下面长，然后中间完全不长。然后我左边的手呢是从上一次打到现在没有再生过，大概是3个月多。我那一次打了连续2个礼拜过后，我就没有再碰它了，到现在都不长。我不是讲这个东西是一劳永逸在除毛上面，它不是的，就是你打的时候你要持续每个礼拜这样打一次，或者你变得更少一点，1个月打一次才可以 maintain 它的生长速度。所以像我这样呢，我其实可能 maybe 下个月开始就会慢慢长毛了。所以有它的用意是什么？你可以更快的达到除毛效果之外，你 maintain 的时候，就是你记得的时候你打一下，它也可以抑制毛发生长。真的是很推荐手上有一台 Ulite 除毛仪，如果它不好用的话，我早早就会把它剃走。天哪，我刚刚看我手的毛哦，我不能这样拍给你们看，因为我很不勤劳的剃手毛。其实它有长，它就长那么一点，我这个相机拍得到吗？好像有点难，哎，就长这么一点点，我觉得很可爱。我现在才认真看哎，我不是那种非常认真的，我像是有工作的话哦，我就只会剃好过后，我真的是要等下一次我想起，或者是下一次我有工作的时候我才继续剃，不然期间呢，我是不会理我的手毛跟脚毛的，因为我觉得有需要才去剃。这就是有一点呢，是我为什么这么依赖它的原因，是我是真的很懒，宁愿我休息时间我在家，我都不想出门的那种。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马上用它，而不是我今天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还要 book 时间 book 那个美容院时间，到底可以不可以啊，会有没有我的位置啊，有没有 slot 啊，这样子。然后呢这一次有跟品牌方哦洽谈非常非常好的东西，当然就是少不了买一送十，只要你呢买 A10 或H 呢，前50位购买的朋友呢，就会得到 LED 化妆镜，这不简单哦。这东西很多人要都没啊，它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。它底下这个呢是可以固定在你的这个角度，然后你可以这样上下调。上下调之外呢，哦，它还可以调你的灯。1、2、3，这样上档。下一个呢，会送3个刮毛刀。知道这个刮毛刀的宝贝们应该不陌生吧？这个刮毛刀真的是我历届史上用过最好用的。我要快速讲，因为太多人知道我在介绍这个刮毛刀了，所以我要给那些不认识的宝贝们呢，快速的了解一下这个刮毛刀为什么那么好用。主要的原因呢，它的上面这个东西它是肥皂，只要你遇到水呢，它可以很顺滑的剃掉你的毛，所以不会让你的皮肤受伤。然后它这个是可以调节的，所以你的弯曲地方呢，它都可以很好的配合，所以这个刮毛刀真的非常好用。下一个呢是保湿面膜，保湿面膜真的不嫌多，不管怎么样的保湿面膜收它就对了。下一个呢就是墨镜啦，这墨镜真的非常好用，你不管在哪里用都很适合，因为它真的是非常好折叠收纳，戴上去也不会很奇怪。下一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送过的，我也很想要它，我明天就要用它了。它是刮毛 mousse， 看这里Shaving Muse， 像是有些宝贝们呢，他们就会不知道怎么刮毛。有这个刮毛 Muse 呢，它是讲可以让你的毛软化，所以呢，你的皮肤刺激性就会比较少。没有送过的哟。下一个呢是棉柔巾，这棉柔巾呢真的是不嫌多，它非常好用。然后为什么我们要选棉柔巾呢？因为呢，毛巾你用完还会滋生细菌，但是棉柔巾每个换的话呢，它就可以让你的皮肤更加干净。之外，
它还可以重复使用，像是你抹一下你的洗手台啊，抹一下你的镜子啊，那些啊，抹一下你狗狗的尿啊。啊，总之 whatever， 它就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。还有一个叫做身体膜，这身体膜呢，连我都还没有拿到，所以呢，我方便给你看。就是呢，这一次呢，买一送十呢，我就是跟一百班拿了很好很好的东西，所以你们想要的话，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优惠。这一次呢，不只有 AirTag 跟 AirTree 哦，还有白皇后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很想要买，所以这次呢，我要求他们呢，可不可以再加多一个白皇后？所以这次你们想要买白皇后的朋友们，这次一定要抓紧这个时机。这一次呢，白皇后有买一送七哟。白皇后我快速带过哦，面膜两盒 ，LED 镜子，电动牙刷，冻干精华，还有沐浴啫喱。前二十位的朋友们还会送这个电动按摩梳。可以按摩头皮的哦，还是有震动的。我很喜欢这个铁梳，就是它也不会很硬哦，整个都是柔柔软软的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些抽奖活动，只要每满100单脱毛衣呢，就会送一台 AirTag， 等于你那单就是免单了。白皇后也是要每满50台单就会送一台白皇后。只要购买的宝贝们呢，还有机会抽奖两份安耐晒防晒霜，还有一份辣妹的100ml 精华。所以这次真的是很歹很值得。大家如果想要购买自己你的一台 AirTag 的话呢，记得到 description 那边点击链接就可以。可以购买了哟！这次团购时间呢，从现在到9月29号而已，所以你们赶快点击下面的链接购买吧。Hello， 跟大家开箱这么多，现在是时候要去睡觉了，因为呢，我明天有一个很重大的活动，也不是活动，是很重大的运动。为什么每次我弹吉他我都要叹气呢？就是我明天要去练习潜水啦，因为我后个礼拜要去考试了。没有错，考的是自由潜。看到我这种脸就是知道自由潜的脸，没有问题啦。真的是要赶快去休息啊。大家我们明天见。我们真的是可以一个礼拜哦，真的有试过应该两三个礼拜，两个礼拜连续次没有停的那一种。我今天可以过了，但是今天的目的哦，其实不是要过我的 PB， 要过耳压。这是好事，我没有要过啊，那不是我的目的啊。我们后个礼拜哦，又要再去考多一次 free dive， 就是我还要再考下回那个十米。所以我今天主要的目标其实就是要练好我的耳压，第二才是过我的 PB， 就是2分半的憋气。因为这个时啦，我去考 FY， 我真的是。对，你肯定可以啊！今天的天气在告诉我，我会成功。好好哦，今天的天气，这画面超美的。哇，都是太阳，那蓝天，真的要开始了。我每次哦，真的是都会很紧张，每次 free day 就是这样，很不 enjoy。啊，为什么？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训练鸟。好了，我们要进水下了，下面是会无声的训练鸟。我可以吗？我可以吗？今天出场目标是5分钟。喂，我没有要，我要先练耳压，我不管啊，我不会先。一辈子。大家祝我成功，我会成功了。sorry， 再重播一次，我要开很大声。我们可以唱给你听歌。不要不要，让我先散了就开歌。对。我就知道，我以为有用。我今天的状态不是很好，我的脚一直在抽筋，一直在抽筋。我脚板哦，真的是很容易一直抽，一直抽不停的那种。抽了又再来，抽了又再来。哎，有什么办法？去练习了。练习结束，一样做不到，做不到，成功不了，完蛋了。再用气球练我的 equalize。我真的是忘记要拍 vlog 了，但是平时都没有什么拿相机哦，这次要做那个走地真的是会忘记要录了。我们现在呢要去 Longchamp 的 event， 嗯，整身都是 Longchamp， 哇，我的头发竟然可以绑到这样子，真的是意外。你鼻子有点脱皮啊。是啊，昨天哦去练那个潜水，可能一直压，想不想玩？想玩，真的很好玩，没有开玩笑。
但是我还是会选 scuba。 scuba 是什么？有什么分别？你要看那个 dating 的那个、啊、那个 scuba 就是要飞着那个下去的、啊、然后没有拉绳子。拉绳子的是自由，那拉绳子是自由怎么分？就是有背带跟没有背带的区别。拉绳子是、拉绳子就不用背带。嗯，那个是憋气。嗯，我真的难过不了今年那关。没有安全感，而且我不喜欢憋气，我又鼻塞又那个，平时呼吸都对我来讲是一种幸福啊，我还要憋气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龙山的 event， 然后呢，现在现场很多人，然后我们又要拍照，所以等下再慢慢给你们参观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，然后有什么主题。我觉得这一次主题真的是蛮棒的。现在来玩一个叫数字学的东西，怎么玩？你是几号人啊？3号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关于你自身的能量。我刚刚是一号人，刚有看的话，是做企业家的，很符合我现在的风格。走，我们去玩下一个单。今天不是工作行程，但是今天要来看家里的进度。就是呢，我们现在要看一个我们家其中一个部分的这个叫什么零件部件。Fancy 门。哎呀，是真的很 fancy 啊！今天就是来看我们家的推拉门。装修家里就是一直进场、出场、看场。我已经去了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品牌的工厂啊，真的。是不是流口水啊？因为他是没有想要这样好推的。哇，你们这个这样搭配呢？哦，哇，可以中间这样停住了，好听啊！哇，很 smooth 哦。哎呦，不用推了，他就走了。哇，哎，很 smooth 哎。然后你就凹上去，它就行了。这是你们新技术啊？是新的做法。那时候8月尾才发布的。哦，这样行了，看不到这种路了。一定是 aluminium track 磨那个 roller。我们这个是白钢的路，一定是更顺。来，叔叔 try 一下我们家要装的 folding door 哈，安全门把我找不到。有没有哇哇叫的感觉？这是用一个小拇指对。对。你懂当初我推这个门我想要谁吧？我刚刚说跟 Tommy 讲哦，我去过一个朋友家，我推了他家 folding door， 我直接不想装 folding door。那个 folding door 西北难推。像我这样瘦弱的女生，很适合用这种。你们有看到这个东西吗？它竟然是窗口，然后还可以移动的窗口。你看我关起来，我把它折去一边，如果这边挡到我的风景，我再移去别边。Oh my god！然后你就可以享有无边框的窗口了。今天哦，我就领悟到一件事情，如果装修家里啊，我觉得还是要两个人一起来看比较正确比较准。但是之前啊，他常常就跟我讲啊，这个门多好推，好要推啊，我在那边可以极好推。然后哦，你自己摸的时候就不一样。所以哦，我总结到一个，要一起看那种家私家具啊，或者是一些比较技术上的体验啊，两个人一起看。假如你的家里是两个人住的话，就两个人一起看，因为你现场感受到了吼，很舒服。今天是周记的，不懂5、6、7、8、9、10天。然后呢，刚刚去收拾了一下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去看演唱会。这个人我们是有一直听他的歌啊，但是风靡的程度就没有到非常非常疯狂的那种。然后呢，这一次看演唱会呢，也是因为有工作，所以才有这个机会去看的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会自己去看嘛？应该不会。我原本要买啊，难买吧？对，那时候认识很多人抢，就是不是 top list， 但是还是可以去感受的那种。他每首歌应该我都会。不是很确定啊，就是等一下要去听。应该是啊，我这样看。Bruno Mars， 然后呢，还是要做一点小小的业配工作。Open, I believe the open, let the blue light.
doing anything. 不要，那里刚刚就很美了，真的不要再继续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去演唱会路上，然后这个画质会突然变得很暗。很 noise， 因为我现在在那个停车场，也看不出哦，明显停车场，不要讲了。真的没有，我没有看吗？我用后镜没。叮叮，4.4 km 要13分钟，已经算不错了。哎呀，我真要拍你就起来了。我们现在有点早到，可是通常这个时候也不是应该会有一些歌手帮忙站台的吗？这个人是很爽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等。等8:30开始，希望今天天气一直这么好。有点乌云，有点可怕，你知道吗？快被狗吃！他不会起来了，你相信我，他又再睡回去了。你看，等多一下啦，对吗？我们现在准备进去了，这好像有音乐江的里面。我们是我看过走最急的 concert 了，已经开始在收拾了，没有开玩笑。我们坐的位置真的是很高，好可怕。热。呀，我们看完演唱会啊，你觉得如何？意犹未尽。歌是都是我们几乎都听过歌都会的歌啊，只是讲讲他那个演唱会就真的是唱歌跟讲话，对，他完全没有跟你 contact 了，就是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讲话，然后我觉得舞台设计很简陋， maybe 真的是穷啊，真的是有这个原因，因为没有还债，对，他连 poster 都没有哦，就是连那一种舞台的 poster 啊，对啊，我讲你去演唱会外面啊，都没有 poster 可以拍照的吗？真的真的，然后哦 ，encore 就一首歌吧。最奇怪是他雷击送我，没有唱我，真的很难过哎。我们最喜欢的那一首歌，因为我是因为这首歌认识他的。对，很多人应该也是啊，其实看过跳舞真的厉害，可是还是有那种澎湃感，还是有那种哇哇哇那种感觉，就是很嗨很嗨很嗨。But就是来的时候叭叭叭叭叭叭，然后停了，哦，结束了，就是有点突然啊，东西全部都是。But anyway， 还是很开心啊，哈。还是不错，还是很开心的，因为基本上他的歌，我们的每一首都会了，每一首都有听过的。主要是也不用给钱的啊，对，因为我们三送爸爸送我们，三送爸爸送我们来看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周记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大家赶快让书生实时更新周记。哦，真的觉得很难呢。办公室星座没有这么容易的，没有什么都拍一点。对啊，是就是这样子，没有错。可能你们看的 footage 哦，是很多很多内容版哦，有些东西我是忘记的，就是啊。要拍他有一个习惯，他很容易忘记拍东西，但他明明他生活东西可以拍。对对对，没有错。好，我会再努力的。OK， 我们期待下一个走机。I don'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。对，把你们要记得去买，很值得的。Oh, you like it？ 拜拜。